佢成日打机，咁啊，你有冇同佢倾过？你以后打少啲多啲陪佢咯。讲真就好好倾下个问题，应该如果冇分爱情咧，就应该有得即系都算易救得翻嘅，即系认真倾下 OK。有边位啊？陆宝儿生日快乐啊！一尼斯生日快乐，吴家龙生日快乐，欧阳秀兰生日快乐。我哋开始啊！滚！有啲人咧就叫我咩去多啲龙虎饭店做任务，因为咩迟啲又会去咩咩过翻去同生一马嗰度会有分店，就同生一马有武器用，点点点。而家系做个，而家又讲到边啊？上回讲到咧就唔知嗰个老细，我老细无啦叫我去咩公园嘛，我叫嗰啲女啊剩啊嗰啲，一嚟就见到有啲电话卡。好，雨月希，整下呢副先啦。啊，1500万，奔跑攻击。200万咯，加体力先咯。好，体力就最重要嘅。话又加多啲，真岛嘅体力系少好多，特大、极大，即系可以咁样升啊！而家特大加多啲，哇！好，跟住咧，要唔要再加极大又？又冇咩人，如果只是奔跑状态下按三角，上面呢威力二就冇咩特别咯。啊，又睇下咩干架师有咩猪脚的气势，喺负伤状态下咧热血表咧，咩累积即系加呢啲嘢，冇咩特别速力攻击。是但啦，好啊，乱咁揈晒啲钱嘅，反正。这个咩嚟啊？干架师精髓。哦，喂，攞人哋嘅武器极嚟嘅，冇啦，150几万学唔到招啊！咁而家做一做主线先啦，好嘛？系咪呢度啊？就系呢间铺啊！好嚟啦！哦，叫我嚟呢度你呼啲事，我嚟呢个地方有啲咩事情啊？唔好咁紧张嘛，咪话净系想同你饮翻杯啫嘛。嚟啦，坐啦。无论有啲咩事啊，干一杯先啦。我好唔愿意，你啦，等咁耐先坐低。大将，嗰次你咪老板，是但整啲嘢俾佢食得啦，整啲下难嘢过去。好，即刻整。好，永远都睇唔到食嘢，好醒啊！好，啊、又飞咗啦。喺呢啲咁嘅世道啊，无论啊一套10万嘅河豚坏石料理啊，定系100克嘅，啊要10000 yen 嘅重版球啊，都好贵啊。但系咧喺呢啲路边摊啊，食个80 yen 嘅白萝卜咧最正。钱呢啲嘢到底有啲咩意义咧？喂，好，系啊。我好冇，好唔想饮，亦都好唔想食。好哇，正啊，热酒杀 K 啊！就嗰日我同成龙饮嗰啲差唔多。好，干杯！唉，你啦，唔想同你饮啊，干都唔同你干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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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饮唔晒，激肺啊！真到我都饮得晒一杯。做咩皱晒眉头啊？哼！
佢长期皱眉啊！呢条友黐咗线，眉毛个肌肉有问题。算好啦，有饮嘢嗰个画面，大家啊，难得有咩啊？就得一开头嗰杯啊，之后你都冇饮过喎。あんたが横におって気持ちを飲めろ。邊度飲得痛快啊？哼，もう2年。你來往都差不多兩年了喎，呢個叛逆嘅態度咧，似乎仲未變啊。そういう反抗的なとこは変わんねえな。完全冇變啊！あの島の兄弟が何で？我兄弟老爺點解要俾呢條友啊？啊，仲生存呢？真的搞不明白，在黑社会的世界，五翼大佬的人呢应该有报应的，逐出组织断绝关系，这些都算小意思，搞不好呢随时被人冧埋都未定的。你如果去到仓库里面照道理应该是其中一种最惨的下场才是。好，可惜啊，撑过咗仓库啊，俾人殴打一年啊，倒嘢咧喺嗰度咧放翻嚟出嚟，会撑过嚟嘅。你个来历啊，真系令人难以置信，但令人惊讶嘅，入咗仓库嘅人，嗰倒嘢居然会想救翻出嚟。不过要话倒嘢已经原谅你啊，都未嘅。喺仓库出嚟嘅你，会俾人逐出组织或者断绝关系，而被逐出呢个黑社会嘅世界。然后咧就将你交为身为跨邦兄弟嘅我，要我咧就当系老百姓咁嚟养，人称为武斗派嘅老嘢，点解要搞到成咁咧？啊，转弯抹角嘅事情，佢究竟系有咩目的咧？哼，我都想知道喎。哦，搞冇原因好简单啦，只系咧唔记得咗你屁股嘅滋味都未定嘅。个意思系咩？我俾佢搞过啊，定点样？咩啊？同你呢条友啊讲笑啊，真系冇意思啊！系啦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下你咁嘅。点解咧？你系要想翻东城会啊？俾你啊呢啲人啊一路掉咗出去，一路咧愿意忍受呢啲咁嘅处罚喎。西島大雅系咪牙岛大豪啊？喺咧东城会嘅时候结拜兄弟啊嘛，你讲过为咗嗰个人啊系嘛？背负住十八条命嘅牙岛大豪啊，当时真系非常轰动嘅。只身一个人啊，杀入东城会敌对嘅地头组织上野城和会聚会，结果啊枪杀咗对面十八个组员。东城会的传说啊，呢件事都系我哋呢边传开晒。不过而家呢个阿岛咧都要入去坐监啦，杀十八个人啊，都系等判死刑嘅啫。但你又为咗呢条友啊，又想翻东城会，呢点我真系唔明啊。兄弟啊，我兄弟系会死喺笼入边嘅角色嚟嘅。我人一定会翻嚟，我要殺死你啦！翻嚟杀我，殺死你，杀你？系啊，何でもない。冇嘢，咩都冇。以前嘅事啦。总之啊，我唔理受到如何对待同屈辱，我都一定要喺东城会往上。登場界でのし上がらなあかん。哦，原来系咁啊！但你咁样一路等咧，嗰个冇可能翻嚟嘅兄弟咧，咁就啱噶啦。登場界に戻って、咁啊，先翻去东城会准备好牙岛翻嚟嘅位啊嘛，好感动嘅故事啊，系咪啊？あんたには関係あらへん。同你冇关系。まあ、俺も大門。虽然咧攞嘅徽章唔同啦，但系我兄弟宝爷同我交情咧好好噶。でもまあ。但系啊，如果系我啊，要我抛弃人生嘅一切啊，不为第二个人而活咧，我真系做唔到啊。你都唔系僆仔噶啦，仲事啊，唔该圆滑少少啦，好嘛？唔系啊，唉，算啦，我知道咧，你唔系我嗰啲咧，我讲咩你又会乖乖讲系嘅人啦。咁啊，讲倾下你期待已久嘅正事啊。嗯？お前
如果啊，要谂一个人，你落唔落到手啊？杀人啊？错的，冇错。点解要我做呢啲嘢？言ったじゃねえか。你唔系讲过咩？国道に戻れる。如果翻黑市，佢哋咩都会做啊。唔系啊，違うのか。そないなことせんでも俺は店の売り上げ。俺将店入边啊再赚五亿业绩，翻到黑社会啊。オデッセイから望みを引き抜いてな。奥德賽がヘイギを走啊。もし知ったか。你知道了咩？けどさ。不过。もし俺がオデッセイに連絡すればその話。今からでも長くないできるんだろ。なんやどう。まあつまり。即系话你嘅未来咧，就都喺呢条链底我嘅手上。金儲けさせた上に。要我赚钱，仲要我帮你杀人就啱啦。总之就系咁啊。两件事对我嚟讲都好重要啊。对我嚟讲，对你嚟讲都系。誰をやればいいんや。要我杀边个啊？牧村誠。牧村さん。聞いたことないか。誰やそれ。边个嚟嘅？知らないか。唔识啊。呢个人咧最近咧冲边个捞钱嘅，系应召站嘅负责人。应召站，牧村啊捉咗咧街上嘅女大学生，之后咧就逼啲后生女啊，逼佢哋落海，又赚佢哋啲汗钱。而且咧只要想逃出组织啊，就会俾人搞到咧冇办法生细路，杀鸡儆猴。相手系クズでよかったな。冇错，对象系个吓男仔下男嘢，应该好落手嘅。呢叫木村嘅男仔喺边啊？それを調べるのも仕事だ。查出嚟都系你嘅工作啊！木村咧要女仔啊，会用电话交友俱乐部啦，叫啲男人上吊嘅，揾嘅话就系由最下低嗰啲女开始埋手啦。用电话交友俱乐部去揾俾木村利用嘅女人就啱啦。系嘛？工作嘅期限两日，喺呢个之前咧同我怼冧嗰条友。もしそれを超えた場合、時間之內達唔到嘅話，到你俾人懟冧啦，明唔明啊？いいな。そら楽しみな。真係令人期待啊！點樣殺就交俾你啦。仕事終えたら、搞掂咧就打呢個電話。この番号へ。明唔明啊？わかった。我明啦。マジマちゃん。真到老弟，最後我再同你確認一次啊！殺人同人數咧。啊！仲有對象啊，冇關係。無論殺一個定十八個，殺聖人定係殺啲雜魚，殺人就係殺人。やった瞬間，落手嘅瞬間就再翻去正常嘅人生。無論行喺街上、家入邊，定係殺人嘅記憶咧，都會喺腦海入邊揮之不去。極道の先輩として身為黑社會嘅前輩同你嘅中國，可以唔殺人咧，都係唔殺比較好。呢個係理所當然啦，係咪啊？でもお前は、所以你为咗你目标啊，系咪真系可以杀一个素未相面嘅人呢？うるさいわ！嘈死啦！どっちみち、无论点都好，一个人都唔敢杀嘅人，都只系个废柴黑社会，我会做嘅。そうか。哼，原来系咁啊！ごちそうさん。啊，食饱啦！啊，帮呢个契弟埋埋单啦。剩低嘅你中意点饮啊？点饮啊？豆腐丸子都好食嘅，食下啦。啊！拜托你啦，呢有黐线，叫我两日杀人，木村杀，两日谂一条友，仲要查埋条友喺边啊！大佬啊，咁鬼难，仲要两日做。好，呢个机会啊，令我翻黑社会仲有时间，欲速则不达，听日先正式开始。哇，真系太条，佢先翻公寓先啦。啊，呢个人都嘅吓。真到咯，几识起个人咯，啲性格，诶，咩事啊？呢个系咪有支线入啊？我睇死呢个，唉，我都估到啊。呢个地方有厕所，入去睇睇咧。厕所啊，啲咩嘢？个人啊，公厕任，系嘛？屙尿啊，屙尿。话说嚟啊，哇！呢个厕所咧，四围都系涂鸦。全部都系粗口烂舌啊！诶，居然有写得咁靓嘅涂鸦啲字，人哋好寂寞，请回复我啦。呢个从字迹嚟睇，好似女仔写嘅喎，点好咧？黐线，有乜可能公厕咪有分男同女嘅咩？回复啦，
自己回复。好，就算唔介意嘅话，我愿意陪你啦。就咁啦。好，话俾呢个可能男女共用嘅厕所。我居然系对呢啲同鸦咁认真，我真系无聊。即系系咪又即刻得噶啦？我冇嘅，要等迟啲先有机会。好，差唔多应该翻去啦，我仲要玩啊。冇啊，又有呢啲卡执，水城内睡唔知咩人。呢、這个公园，我而家饮咗酒。酒氣氛氛，十萬 yen 抽一次彈先，抽一次彈要俾十萬 yen 你會猛，行啊！抽咗皇家精力飲料，而家咪去揾可以做咩啊？龍虎飯店嗰啲嘢都可以做下嘅。龍虎飯店咧就喺呢度，呢一個就係龍虎飯店。試下做個龍虎飯店任咯，順便 save 先。好，有時裝我呢個電話卡探測器咧，成日嘟嘟嘟嘟嘟，反而覺得好煩。你哋會唔會覺得？有時都唔係好想執，講真。你哋係咪嗰啲一定要執曬道具嗰啲人？有時我會覺得好煩。我以前細個都會嘅，即係會覺得哎呀執漏咗啊，因為你知道有嘢執，你唔執。你都蝕咗，你梗係攞攞亂啊！但係你大過咗咧，咩事啊？咩料好啊？睇下先，要過橋再過去嘅。呢啲企街係咩？好，咣！喂，又有咩事啊？咩料啊？又就話已經賣曬啦！点啊，帮我冇啦，冇啊冇啦，你好固执啊，快落嚟啦，有一条又好啦，请你翻去啦，再咁落去，我就要揾警察噶啦。唉，点解咁啊？好八卦真到，点算啊？哎呀，呜呜呜，喊紧心形颈链，咩事啊？帮帮佢啊！好，呜呜呜，喂，靓仔，咩事啊？堂堂男子汉啊，男人流泪不流血，流血不流泪。sorry， 买唔到湿形颈链啊，湿形颈链，系啊，而家热门嘅命运湿形颈链啊，因为太受欢迎，每间铺咧都会卖晒。喂、哎，呢、這个颈链又点解咁受欢迎咧？啊，但系买唔到唔使喊啊，唔得啊，快啲买到呜呜，哇！系冇喊啦，点解而家要啊？等下次入货咪好咯。我而家应承啊，交往嘅女朋友啊，佢话生日嗰日咧就送呢个心形颈链俾佢。等到下次入货就赶唔切佢生日，我失约啦！呜呜呜。哦，咁都系哥仔你唔好啦吓，我空头支票，乖乖你道歉咯。啊唔得啊，因为咁俾人讨厌我，哎呀点算啊？就算系咁啊，你都系买唔到噶啦，咪放弃咯。不过最多一系用假噶啦，蒙混过去啦。系喎，嗯，假嘅，系喎，就系呢招。哦，既然冇正牌嘅，就要啊用啲似正牌嘅假货啦，就要揾啲命运心形颈链嘅假货送俾佢。送假货啊，你有可能俾人睇穿噶喎。冇问题嘅，命运心形颈链太热门啦，几乎咧都冇咩实际睇到嘅机会。我谂咧分唔出咧正牌货同假货嘅。系、哎、啊，不过咧咁咪呃你女朋友，咁、样系冇错嘅。但我唔想睇佢见咧，即系因为我放飞机啊，空头支票伤心喎、啊，而且咁样俾人飞咗啊，玩完啦。都好嘅，既然你咁谂，不过你知唔知边度揾假货啊？唔知喎、啊，完全唔知喎、啊。要整假货嘅话，应该揾到伪造师傅，揾龙虎饭店嗰度有介绍嘅，得唔得？边个会识呢伪造师傅啊？讲真，揾伪造师傅仲贵啊，好难喎、啊，边度可以咁好揾到啲衰人啊？哎呀，哦，你睇嚟咧就好似个衰人噃、啊，喂，你就系衰人，一定冇错啊！啊，
睇你咁衰嘅样啊，咁样衰咁啊，介绍个伪造师傅俾我啊！唉，你真系好冇礼貌，而且我根本唔识伪造师傅，都揾第二个啦。点解咁样啊？明明系劲样衰啊，点解应该会有朋友系伪造师傅啊？真系人不可貌相，哇，好难听呢条友讲嘢，而真系极冇礼貌。对唔住，但系冇其他办法啦。如果你发现咩事作，我话俾我听啦。我唔想令女朋友伤心啊，拜托你。唉。你呢方面真系几有男子气概啊！好啦，有咩消息话你听啦。嗯，系搵嚟做师傅啊，冇咁简单。呢、這个前面嘅行会唔会有呢啲咁嘅人呢？啊？前面嘅行呢啲人？系咪你啊？系咪你啊？阿女，喂，咩嚟啊？呢间铺唔会有啊，直接帮你买啦。买条真货俾你，讲真仲贵啊！冇喎、啊，心形颈链。啊呢个度个真 master 喺街度啊！喂，你系咪伪造师傅啊？系咪会咁样做啫？黐线，有咩可能啊，大佬？周街拍人喂，你系咪啊？你系咪捞假货噶？唔系咁多人。古古怪怪喎、啊、你，咩车做车？车做车？呢个巷仔会唔会有啊？话咩巷仔？冇喎、啊。冇咩啊？艾做师傅 ？What do？ 二话停呢个系咪啊？诶？芝麻近又嚟搞屎棍啲契弟，一一草气沤落去，极仲有咩人啊？啊！草气再沤落去，跟住咧仲有边啲啊？呢啲系咪啊？喂，假货嘅师，呢条巷咁样继续行落去啊，样衰啲嘅就系、是。下面咩一早过咗啦，到公园先做支线，做主线先，睇下个 map 个感叹号。佢会话俾你听咁好嘅咩？但系佢话呢条巷啊，佢讲放流料啊，阴毒啊呢条友。我 save point 咯，转落去。知道啊？呢、這个就系危可疑外国人有嘅呢个电话外。讲几耐啊？讲几耐啦？哦，多谢你啦，我走啦，多谢啦，有兴趣再来哦。呢个系做咩交易呢？感觉唔好扯上比较好。哎哟，嗯，哎呀，卡免币啦，唉，好似电话卡跌咗，好啦，帮下手啦。哎呀，唔好乱落我啊啲商品啊，哦。好心帮你执啫，冇理由俾你乱讲廿四喎。啊，多谢啊，不过咧，唔好系咁夹住嗰啲商品啊。商品咪电话卡咯，唔通唔系咩？啊啊，唔好咁样一路望啦。嗯，啲电话卡你有窿嘅地方好似贴咗啲啊胶纸喎，唔通呢啲系伪造嘅电话卡？嗯、啊，你讲咩啊？听得唔清楚喎、啊。啊！我话呢啲应该系假造嘅、伪造嘅电话卡喎、啊。啊，日本话咧好难明啊，完全唔明你讲咩啊！喂，唔好扮嘢啊！呢啲系伪造嘅电话卡系嘛？哎呀哎呀，对唔住啊！哎呀，唉，果然系啊！哎呀，玩完啦！哎呀哎呀，我惨啦！哎呀！冷静啲啦，喂！哎呀，喂！唉，唉，
拜托你唔好同人哋讲啊！如果俾人知道咧，我顶唔顺啊！哦，啊系啦，我哋嚟做个商量啦。我专门嘅伪造师傅啊，会识得伪造任何嘢，我愿意帮你伪造一件。虽然咁讲啫，但系我都冇谂过伪造咩。佢啲智力有问题啊，记忆力。啱啱个僆仔哦，话心形颈链啊，介绍佢俾佢识啦。啊，我有件事咧想同你倾啊，方唔方便啊？当然啦，要伪造咩啊？好、哦，这个应该是大陆人嚟啊嘛，睇佢款就知啊。所以咧，我想请你帮我哥仔做嗰个叫咩命运咩心形颈链得唔得啊？哎呀，小意思啦，简单啦，交俾我嚟做啦，会做出嚟嘅。啊，将呢个卡片交俾个男仔啦。好，方先生，咁啊，肯定啦，好。叫佢将呢个卡片咧去到上面嗰个写字楼嗰度咧，咁样入边嘅人就知噶啦。啊，唔惊报名啊！我叫方先生，多多指教。哦，我叫真岛啊，拜托你啦。啊，嚟啊啦！你都要帮我保密，我做假电话卡嗰啲嘢喎。啊，伪造师傅呢件事俾人发现咧，冇俾组织啲人怼冧噶。哦，明白啦，伪造师傅都辛苦喎、啊。我明白嘅，放心。咁我翻 office 啦，拜托你。哼，估唔到居然会认识伪造师傅啊！将个卡片俾佢啦。姓方，方展博，名店啊，边头啊？睇下先，呢度有咩辣味啊？咋咋淋俾佢啦！契弟，你企成日喺度等我啊！我啱啱都冇攞佢电话，根本冇可能俾到资料佢。喂，你仲烦恼啊？哎呀，大哥，哎呀，找不到我哋伪造师傅消息噶，找到啦，攞去啦，去呢个卡片嗰、那个地址啊，好交出咗啦。喂、哦，呢个咩嚟噶？有伪造师傅啊，去就得啦，同佢讲啊，系我啲 friend 帮你整啊。咦？真系嘅？哇、哦，大佬你真系犀利喎！系你谂嗰啲啦，咁啱啫。哇、哦，大佬嘅名系真岛。真岛大哥，多谢你啊！咁啊，因为冇时间啦，我即刻过去啦。小心啲啊！伪造师傅咧，都系黑社会啊，捞片啊，小心啲啊，可能受伤噶。知道啦，多谢你。哇，咁啊，走。